老三，你别跟着我。小花，你回来了。不苦啊，小花，你这伤还没好，你先回去吧，回头要不鲁伯又得说你了。我给你解开。小花，这是我刀子自己愿意绑在这儿，我要给你一个交代，给全村人有个交代，证明他们我是清白的。刀子哥，你这次必须得听我的。你是我卢小华认定的男人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你要打鬼子，你只有把鬼子赶走了，才能向全村人证明你的清白。走吧，刀子哥。妈，等了您哥，哥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铁雷，我离开之后替我看好安娜啊。那我走了。小龙哥，我跟你去。看谁回来了。刀子，我们走了。把刀子捆起来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干啥呀？要绑他先绑我。你让开。爹，刀子可是您一手养大的，他要还是念这封旧情，就不会领着鬼子进来。当年那是个误会。什么误会？刀子跟那个鬼子没关系。村长，这个人不能放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哎，兄弟，你别过来。哎，小花，哎，小，你别，你们不是让他拿药去救我吗？您今天要不让他去，我看这药就别拿了。你的傻闺女，这臭小子给你灌了啥迷药啊你？爹，刀子不会骗我的，你就给他这次机会吧，让他去证明他自己。全村的人都恨不能啃他的骨头，你这是不让我活呀！你这是。村长，您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您做个决定吧。刀子，这是小花给你的机会。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别让他失望。我知道了，您放心吧。小花，哎，小花，小花，不好，他又烧起来了。你们赶紧去找药，拿不来药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快把小花背回去，赶紧去吧。帮我照顾好小花。
安娜，你看看你，要不是因为你瞎跑，会弄出这么多事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不想回苏联去。下次别乱跑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我现在倒是担心文龙和刀子他们。那个工程团我以前听说过，他们的长官吉野大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为了掠夺东北的森林资源，他们可是下足了功夫。掠夺资源？怎么了？你又感兴趣了？没有，我就问了。文龙和刀子就是去他的营地偷药去了。那么大个工程团，药肯定是有。可是吉野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，他们这一次想要得手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围在营地里，倒是给我们省了不少麻烦。上。为什么来车？工地上伤兵这么多，为什么没有排你系列？你们不是工地。走。老天爷，救救小花吧。调令。有办法了。